乐过去啊。尊敬的我们亮学青龙特战队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，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欢迎我们的新队员回来啊，这个是我们的观察员是吧，是我们的观察员。好，那么今天晚上我们就是给大家复盘，我们称之为把盘后寻宝三方向。在此我们还是郑总声明，设计案例不为垫股，如有实盘盈亏自负啊。这个每天都强调，为什么要强调？我们的车站队员来到我这青龙车站队，亏钱的能不能怪我呀？能不能找怪龙头碧泰？龙头碧泰呢，就是说尽可能的帮助大家，一方面教大家捕鱼的本领，一方面呢，哎，给大家指引一下鱼的方向。但是最终擒拿还要靠自己，对不对？擒拿也好，万一擒拿不到，风险到了，自己要回避风险。所以这个我们必须强调，我们青龙车站队是学习的地方啊。所以说我们这里设计案例不为禁锢，如有实盘盈亏自负，要学会对自己负责，好不好？哎，这样的话也给我，让我能够大胆的跟大家讲，哎，大胆的跟大家说，敢说敢讲才行。量学青龙三方向，一看大盘分向，二看风口热点，三看涨停趋势。大家现在体会到了没有？当我们对大盘的分向不能够精准把握的时候，心里做股票是不是就没底啊？对吧？当我们能够把握好风口热点，跟踪一定的风口热点的时候，跟上风口，哎，猪也可以吹飞起来，是不是？第三个呢，跟上涨停趋势，相对来说我们就容易赚钱的多。尤其当前的行情是分化比较严重，而且以后也将持续的分化，更多的是个股的行情。因此说，我们量学这个涨停趋势就显得非常重要，不仅是涨停趋势，还有我们紧跟强者的理念。好，首先我们来看大盘的分向，大家现在回过头来，对吧？回过头来，哎，应该为量学而点赞。为什么为量学而点赞呢？大家看一看，你们的队长在这个三月份下跌的时候有没有恐慌过？你们的队长有没有三月份这个双向阴盛阳的时候有没有恐慌过？有没有说熊市来了？从来没有，对不对？始终是充满了信心，对不对？哎，充满了信心。那么为什么？而且预判红五月，是不是预判红五月？而且是信心满满啊！事实证明怎么样？事实证明我们的预判是正确的。那么这个正确的原因是什么？是不是我蒙的呢？是不是龙头碧泰蒙的呢？你们的龙队蒙的？不是的，靠的是量学的知识。对不对？大家回过头来再给大家小结一下，是不是我跟大家讲了红肥绿瘦干什么？当底部是红肥绿瘦的时候，证明多方强势，是要上涨。那么如果是下跌的途中红肥绿瘦，那它就是假跌，也就是行情跌到这个位置都它已经是假跌了。当上涨的途中红肥绿瘦，那它是干什么？那它就是增长，对吧？那它就是增长。哎，这就是量学，成交量的科学。量柱是什么？量柱是高低红绿柱，是真金白银柱，是多空平衡柱，是量价合一柱。因此它就具备了股市温度计的功能。这个股市温度计的功能，哎，不仅可以预测这个温度是高还是低，哎，温度是将是升温还是要降温，还可以预判它，哎，升高多少 降多少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股市温度，量柱它具有股市温度计的功能。所以说我们只要把一只股票大盘也好，大家不要只要把底部的成交量好好去看一下，再结合的走势，我们就能大概而且差不多了，大家是不是啊？能看清楚吧？所以那么在这个下方这么长时间是红肥绿瘦，然后呢右侧形成了上涨，那么仅仅三月份这个双向阴盛阳行不行啊？双向阴盛阳它没有改变阳强的趋势，没有这个筑跌金它没有改变这个上升的趋势，这是短线的影响，短暂的影响。因此说它后市还是应该上涨。但是呢我说的也很清楚，涨到这个左侧的时候我们要干什么呀？哎，左侧量价双升，量价阴盛，所以我们的
上涨会不会一帆风顺啊？上涨不是一帆风顺的，那么它就将是什么？哎，震荡弃止的。用我们时髦的话讲，前途是光明的，道路是曲直的。实际上我们人怕不怕犯错呀？我们人怕不怕犯错？我们人是不怕犯错的，怕的就是怕我们不知道我们犯了什么错。当我们清楚我们的错在什么地方的时候，我们就不怕，对吧？所以这个今天大盘走出这个走势，我们来看看今天大盘，对吧？哎呦，说实话，今天大盘有点都超出我的预期。为什么？昨天我跟大家的，我们的量学秦龙实战队，大家注意啊，我们的量学秦龙实战队的公众号就是为大家写的啊，我的量学秦龙实战队公众号就是为你们写的，为我们大家写的，所以大家要跟我互动，要报喜，报喜就是鼓舞士气。哎，经常哎，我们要实事求是，也不要去吹牛，也不要去虚报，报喜实事求是，我们成功了。成功了鼓舞士气，失败了总结教训啊！有什么困惑，有什么疑惑，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后面都留言，因为我看到大家留言就会激发我的思考，我就有可能会有针对性的去跟大家进行交流互动啊！能够只要我能够讲的，我就会互动，好不好啊？所以我这里顺便强调一下，我们的量学秦龙实战队大家一定要留言啊！有报喜的，也可以这个报忧的啊，可以总结成功的，也可以总结教训的，好不好？哎、啊。这个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，甚至可以把我们盘中的一些留言把它留上去，好，实事求是就行，啊，那么昨天我们说站稳封顶线，踩稳封顶线，横飞不眨眼，哎呀，我这个口诀念出来，我就没想到今天就真这么飞的，横飞不眨眼了，今天这是传说中的飘龙，啊，大盘是传说中的飘龙，就飘飘悠悠，飘飘悠悠，跳空阳做拐上，站稳人线就跟上。对不对？然后是一路飘拢啊，这个就是如期大涨。好，问题是来了，大家说这后面应该是一直上涨吗？还是应该怎么发展呢？哎，大家说应不应该一直上涨呢？这个位置，对，我们就要结合左侧的，哎，我们股票也好，个股也好，你在上涨的时候，我们在这个位置给大家讲过，为什么会调整啊？发展到这里面为什么调整啊？是不是因为我们哎，这个地方是不是遇到了大阴实体？我们前边这个地方我反反复复跟大家交流了，对吧？反反复复跟大家交流了，做一个重点的分析，为什么这地方过不去呀？为这个地方是有效还是无效啊？这个地方有效还是无效呀？我顺便已经把有效和无效的跟大家总结了，这个地方是不是有效还是无效啊？有效还是无效啊？大家看到没有？我再把它大家跟他讲，来清楚一点给大家看，对不对？我给大家是不是分析这个知识学会了就是动态的发展的，这个地方鬼门关没有过，这个地方鬼门关没有有效突破，这个地方鬼门关没有有效突破，这个地方鬼门关怎么样？被一日阳强平衡突破，随后三日突破，再随后是王牌突破，对吧？王牌突破，但是这个王牌突破时候是阳阳阴，要当心，对不对？要当心它回踩。好，那么它回踩一天、两天、三天，在这一天盘中跌破3373点鬼门关，有没有有效跌破？哎，我当时在盘中带盘的时候，特意跟大家讲，我说这个不能，就是昨天，我说3373点不能有效跌破，结果昨天就形成了一个小双底起来了，对吧？因此说。通过这么一来一去，大家看在这个位置我们这个鬼门关3373点是不是就确认站稳了，经过昨天的一个倒撑，是不是就确认鬼门关站稳了？好，鬼门关站稳了，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是大阴顶，是不是大阴顶？这个大阴顶我们在这个位置有没有有效突破呀？它是不是没有有效突破？哎，也是没有有效突破，所以它调整结果，今天大家说这个大阴顶有没有突破呀？大阴顶有没有突破啊？对了，今天是飘龙，是阳强平衡，所以说今天这个大阴实顶就我们可以说它已经有效突破了，对不对？哎，有效突破了啊，后市说再回到这个地方来的可能性比较小啊，要等它涨到一定的时候，这个就阳强平衡突破，
现在行情今天这个大阳涨，所以把这个大阴也给干掉了，是不是太牛了？把这个干掉，哎，为什么今天的收盘价偏偏要收在？哎，大家看今天的收盘价为什么偏啊？不是收盘价，最高价为什么要3584点？对，中大阳的突破，我们一般来说是有效突破。当然，这个中大阳的量波要卧藤、浅交、飘天。哎，去掉恐龙波，量波就是卧藤浅交恐飘天七条龙里面去掉恐龙波，哎，就是这种大阳平衡，也就是量波的建构要好，对吧？今天为什么最高点达到3584点？我们一样的阴阳轮回多空平衡，就是涨涨跌跌，涨涨跌跌，它是在多空的平衡当中去涨涨跌跌。所以呢，就是我们这个涨今天涨哦，向左一看。干什么？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个跳空啊？这个是吧？是不是有个跳空啊？哎，所以说这个跳空它下面是往下跳的。好，如果不跳空，大家想一想，这个阴是什么样的啊？就是这个阴啊。如果不是跳空的话，这个阴应该是什么样？大家请看，大家请看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哎，如果不是跳空的话，这啊是这么一根大阴。明白不明白？为什么说这个地方是阴蛇顶、大阴蛇顶、跳空阴就是大阴蛇顶，好不好？哎，跳空阴就是大阴蛇顶。所以今天3584点是指受到这个跳空的大阴蛇顶的3585点的压力。一般来说，第一次遇到是不是有第一次遇到这个强压力？明天有可能就是虽然今天是大涨，从后市的整体的角度应该上涨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把这个行情我前面分了，现在重新给大家调整一下啊。攻攻守攻守攻守冲防冲，所以这里是刹车，对吧？刹车换挡换挡啊，加油加油！今天就属于加油的定格。好，这样讲一下。所以明天我们要从大盘的角度，大家看左侧大阴大阴，是不是全是大阴啊？哎，这些大阴每到一个关键的大阴的位置，它应该有所震荡。好，这是我们这样推断啊。啊，具体的我们靠临盘应变，要关注大金融的。大金融到底是搭台还是什么？它又唱戏又搭台。这一次大家发现没有？我们的证券又唱戏又搭台又唱戏。但是呢，应该会唱一唱，但唱唱戏呢，休息一下，换一班人来唱啊。对于我们大金融在这个地方涨了以后，稍稍休整几天，今天又是大涨，对不对？但是里面的龙头个股呢，它是相对就比较活跃。我跟大家讲过了，这是大盘。那么怎么办？所以在这里面，我们就要密切关注盘面的变化。如果明天大盘不能够强势上攻而出现调整，那就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我们的是不是权重股、金融股就应该要调整啊？哎，不是龙头的，龙头个股除外，龙头个股有可能继续涨，但是从金融板块的角度，它就应该调整啊。这个位置一旦继续上攻的话，那么金融板块继续上攻，是这样的话，金融板块强势上攻。当然，我们就盯着金融。如果金融板块出现调整呢，这时候我们就要注意四新了。哎，就要注意新科技、新能源、新民生、以及新建设。我这样讲，大家清楚不清楚？这个思路上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大盘这个涨跌跟我们这个三个方向怎么配合进来？这样讲清楚吗？清楚吗？好，慢慢的，大家会体会一下啊。啊，我不能多讲，讲时间太长了啊！所以大盘就非常精彩，是吧？哎，是一个坑凹拐，一个凹，两个凹，这个三个凹，四个凹。那么我们可以把它放成一个大凹，两个大凹，这边就是三凹了，对不对？哎，是不是三凹呀？三凹要登峰，对不对？一般三凹比一凹、二凹要大一点，三凹比较小一点，这样的最比较好啊。就是说这个凹。大一点，这个凹两个凹差不多，但是第三个凹往往比一凹、二凹小，哎，这个就是拉升的节奏啊，拉升的节奏。但是我们要防止啊，防止继续拉升，因为这个量全是温和的啊，阳量明显的集聚，对吧？阳盛了，应该是阳强平衡了，这个进行震荡啊，最好出现调整。那么我们再看一下日点，就不用说了哈，大金融、大资源、大消费、大国防啊，大国防我们今天的航空，大家注意没有？大金融大家说啊，就是银行啊、保险啊、证券啊。这个多元金融啊，大资源主要煤炭啊、石油啊、有色金属啊，大消费主要酿酒啊这个为主啊。以前还有医药也放着是大消费的，是那个家用电器等等。
然后大国防、国防军工、航天呢，像今天的航空排在前面，四新新能源、新科技、华为概念锂电池、新民生等新建设啊，当前重点大金融来并进，这我就不多讲了啊，不多讲。这个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，对吧？哎，量学的标准，我已从来不听消息，就是连续超跌之后，是不是跟大家讲了我们这证券板块？这个证券板块出现背量柱，对不对？说明什么？我是主力，我来了，这就是量柱请涨停里面的有关背量柱的知识点。这个整个超跌之后，白日低量之后，低量柱加白背量柱，那么就是量性的转化，说明主力资金入场了。虽然就是超跌的，没有走出涨的二奥的走势，但是大家说证券板块个股机会是不是精彩啊？个股的机会是比较精彩的，所以大家这就是思路。思路决定出路，大家没有搞清楚，以后就要给我配合起来，配合起来，怎么个配合？就是说今天一发现盘中，哎呀，大盘起来大涨的那个迹象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在看到证券的龙头异动的时候，在看到证券板块涨的时候，大家说今天应该是要干什么？哎，我们今天就要重点要盯一下金融，特别是我们空仓的队员，今天就应该是盯好金融股。因为我们前面为什么要今天晚上要给大家分析，就让大家在头脑中有这个思路思维。先有思考，后有跟踪，最后才明盘应变，对吧？就先我们有个思考预判，然后呢再跟踪啊，最后再明盘的应变啊。今天明盘应变，我们就干什么？我们就可以把握证券。我们证券两只龙头股是不是？我周末里面18只股票放在后面，大家还看到没有？我周末手上选出18只票里面，最终是9只放在前面。哎，如果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这个金融到底能够什么时候启动，但是那两只龙头我放在我们18只里面的，让大家自己研究了一下啊，这个就思路。我们来再看一下，接下来看一下哈，涨停趋势就不用说，奥里淘金啊，奥口淘金，大家就要看，哎，我们现在又坑奥管了，哎，坑奥管里面，奥底淘金和奥口淘金本身就是坑奥管，对不对？哎，就是坑奥管，奥回马枪就是我们坑奥管里面的回马枪，过左风也是三奥过风，对不对？往往有可能是三奥过风。哎，就是也是坑奥管，涨停连板，那么强势的坑奥管，所以我们的量学 KAG 全部涵盖了，好吧，全部涵盖了。那么我们先把这两只精彩的个股，我们来一起复习一下，然后我们再去看其他的。现在看到了没有？哎，这个新华锦，对不对？这是新华锦，这是新华锦，大家我们现在明白了吧？哎，一定要红肥绿瘦，底部要红肥绿瘦，红肥绿瘦的说明是什么？上涨途中的红肥绿瘦说明它是增长假跌，哎，说明是增长假跌。然后我们就漂亮的已经昨天给大家分析了一奥二奥，这个地方就有可能是做三奥啊。昨天是新华锦要做三奥，今天早盘干什么？就提醒大家已经异动了，对吧？已经异动了，所以今天如期推涨停板。哎，我们就要找这样的类型的。为什么它能够涨停，其他另外的不能涨停？就是因为这个整体又强，量价建构又好啊。应该说今天这个成交量它总的来说是缩的，对不对？总的来说是缩的，明天应该有新高，对吧？明天应该有新高。那么这只股票后面就看它继续能走多远啊，能够走多远就看它的量价关系的变化，该涨按照这个整体量价建构，背量过左峰，对吧？哎，背量过左峰，涨停急先锋，对不对？哎，涨停急先锋，所以明天还要看。那么在这里面，我们从阳关道也好，我们这个地方动态平衡啊，大家看这个阳关道跟这个高量顶又结合起来，也就是说这只股票只要不破阳关道干什么？如果明天盘中调整，只要不破阳关道，哎，就抱着股票笑。如果在上三一位呢？如果在上三一位呢？我们这里守住阳关道，抱着股票笑，含，对吧？含着含上三一位，也就是说这样的阳关道这个上方，它都是守住阳关道，抱着股票笑。如果能够在这个涨停板的顶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当然好，好不好？哎，如果是在这个顶的话，就当然好啊。这是一个啊，这又是一个经典的成功的 KAG 的战法啊。我们希望大家好好理解，昨天选了三妙招。好，那么这个就别吃的大豪科技，看到没有？大豪科技强势股，昨天跟大家已经分析了，哎，这是一个奥，这是两个奥，这是三个奥，这是奥，三奥比较小。随后一路就是看，这就是量柱的知识，看到没有啊？一路是价升量缩，控盘状态，看到没？一路价升量缩是完全控盘状态，
所以跟踪好了，我们这天是高量涨停板，第二天是价升量缩啊，对吧？然后再度啊，这个涨停再度放量，昨天再度跳空守住阳关道，看到没有？哎，守住阳关道，其整个就是强势该持股，所以从这个地方提醒到这个地方，涨幅也相当可观了，大家看到没有？大家看到没有？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个研究好 ，KAG 战法研究好，这一波涨幅23、35也50%-60%了。啊，这是大豪科技啊，像这种呢，我提醒的一般是达人研究，看懂了跟踪，强者很强。好，这是我们挑重要的跟大家先说一下。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大盘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哎，这是月下啊，这是月下五月份目前已经是架柱，已经是阳盖阴了，非常精彩，红五月已经不成问题了。对吧？接下来就是又再次考验这个大阴这个左侧的压力啊，所以应该还会有反复啊，六月份可能还会有反复。好，我们再看看这个证券板块，哎，证券板块指数，这是月相图，月相是次阳，看到没有？太棒了，大家看是不是证券板块指数能不能搞清楚啊？能不能搞清楚啊？强还是弱？这是一最后的一个奥。大家看到没有？这是最后一个坑，这个是什么呀？大家说这个是什么呀？昨天时间晚了，没跟大家讲，来不及了。对，对了，这个就是还是奥，这个奥质量好不好呀？哎，这个是超跌下来的，对不对？左侧是超跌下来的，我们说从小的一个坑。对吧？两个坑，然后呢三个坑，好，四个坑，是不是五个坑啊？抓大放小，那我们抓大放小，一个坑，两个坑，三个坑，四个坑，五个坑，哎，坑极了，我们五个坑就是坑极了，对吧？好，如果我们这个低量柱加背量柱量性的转化升华，把这个地方性质拐点出现了，是不是出现拐点了？左侧有支撑，哎，叫什么的？一升一甲啊，一甲二升三支撑，对不对？哎，一甲二升三支撑，这个升不升啊？哎，升。哎，所以在这里面整个量性就转化了。本身我们这个已经是卧底王牌了，这个阳强平衡出现以后，是吧？这个就是奥，这个奥强还是弱？大家这个我看看，有新队员可能不懂，老队员应该清楚。这个是守住阳关道啊，是不是啊？守住阳关道，甚至基本上是在上三一位呀，是在上三一位做了这个哦，这是强势的表现。也就是一只股票，如果是在阳强平衡的上三一位上方，它是强势的；二一位之上就是平衡，上三一位就是强势的，明白吗？所以也就是这一根，这昨天就异动了。昨天怪我没有，就是搞得太晚了，没有跟大家再讲啊。就是昨天实际上已经是黄金线上阳盖阴了，对吧？也就是这个地方是阴缩量，昨天就是一个跳空阳，跳空阳已经突破这个高量顶了。大家有没有看到？已经把收盘价已经在这个高量顶之上了，所以昨天证券板块已经有启动的苗子了，哎，启动的苗子了。因此说，这就是我们。微妙的超跌类型的 KAG 坑转奥，这是坑，由于这个奥强势的奥，而且是上三一位的奥，明白没有？这是二奥，这就把它转化为奥了。那么拐点是什么？拐点是什么？哎，这个拐点就是我们这个高量顶，明白吗？哎，这个拐点就是我们这个第一根背量高量顶。等于说今天一旦站稳了这个高量顶，那它就是向上的加速的拐点，是不是坑奥拐？哎，坑转为奥，由二奥来确认，然后拐就是二奥的阳，就是拐点啊，就是典型的拉升的拐点，好不好？哎，昨天也是拐点啊，昨天是找到支撑的拐点，是小的拐点，今天就是大的拐点，就是我们的出击的良机，好吗？好，这个时候大家再看看我们这些个股，是不是？大家现在明白没有？哎，现在明白没有？所以啊，这些东西啊，我们都要学习啊，实战性的。现在这个新的KAG明白没有啊？
今天讲的 KAG 有没有明白？1222啊，1222中性箭头12，这个就是22，这是强势的，哎，这是强势的。我们平时讲的12啊，12是这样的，22呢底部啊抬升就行，这样子的，然后32是这样子的，对吧？但是我们这一种是强势的22，12，22，哎，就是那么漂不漂亮？底部是涨停板，涨停板后说明是价升量缩，看到没有？这都是控盘，今天又来一个背量柱，对吧？所以这个中性箭头兵后边再来在这个横盘几天，行不行啊？横盘几天，然后再拐一点向上，是不是又是机会啊？是不是又是机会啊？所以我们学了量学以后，就可以把这些知识啊，就把它预判了，完全去预判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来问抓龙头，一定要记住，不要叫条，不要说我们002670的，你老是盯着002670，当然你盯着也行，盯着也稳健的也行，就是说从短线的角度就紧跟龙头，对吧？啊，还有像这只股票，这是我们的老朋友，这一波我们抓的，对不对？中金公司这一波我们抓的，那么这一波一样的，大家看啊，背量启动，是不是背量启动啊？这个整个就是价升量缩控盘的态势，对不对？今天涨起来，我们都是可以出击的。看好了，这种还要强了，大家明白这种股票吗？这种走势不是一般的强，不是一般的强，能不能明白呀？我来大家看看啊，甚至这里面我们给大家画画黄金期，给大家画画黄金期啊，这是一个奥，我实际上这里都可以画二个奥，这里都可以画三个奥，这样讲能不能明白啊？这里是一节黄金期，对不对？这里面是不是二级黄金梯？然后呢，哎，这个又是强，我们这里预定黄金梯，看看啊，预定黄金梯，我这样画大家能理解吗？对对了，就是说这个是超强品种，实际上就是王牌合力，黄金合力，就是强势股。你不要看它虽阳慢升也够我们受的，这个底部上来涨的也蛮多的，我们加强这块引着大家注意这样的票，对吧？注意这样的票。这里面我们看一下是不是跳空爆股啊，我来看一下牛股三绝都在里面啊，大家看一下啊，我把它放大一下，这个底部是一个跳空爆股，这个是背量不穿，这是高量不破，看到没有？是不是高量不破？这边有没有跳空啊？我来看一下啊，这边有没有跳空？这个收盘价是46.19块，46没有跳空啊，这个地方没有跳空，那么也就是说啊，一个是跳空爆股，一个是背量不穿，一个是高量不破，后面有没有跌破高量，然后是踩阳关道，对不对？大家看这，如果我们的后面这只票跟踪了，是不是一直就持股在涨啊？这边是阳强平衡，又是阳关道，今天又是在阳关道之上，是不是？所以我是不是跟大家讲稳健的队员证券里面的龙头股是不是要跟踪，对吧？有没有跟大家讲啊？我每天都讲就是什么意思，就是我们预判，那么你要看个股是不是很强，哎，这是中金公司走得很强的，也蛮强的，明白不明白？所以我都是用什么给大家分析的？大家看我跟大家讲课的时候都是讲的什么知识？我跟大家讲课的时候都讲的是什么呀？是消息面吗？啊，是今天议会满出了什么政策吗？出了什么政策对券商有什么利好吗？我有没有跟大家讲这些东西？嗯，是不是没有？我跟大家讲的就是量价建构，就是量价建构，对吧？好，再看哈头，对吧？再看浩头，现在这只股票我跟大家分析过的，我是不是跟大家分析过的啊？怎么分析的？哎，这个底部启动的时候，一个小背阳，两个小背阳，三个小背阳，是不是四个小背阳了？是不是四个小背阳啊？所以哎，有的队员就不理解了，老师啊，今天哈头股份全部涨停了，你要看看人家的量价建构啊，底的根基扎不扎实，这个根基扎不扎实，这个根基是扎实的。我给大家按照坑号拐的话，按照小的一个小坑，两个小坑，这是不是三个坑啊？这是不是四个坑啊？这是不是五个坑啊？这个已经是上升途中的，这个节奏已经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节奏已经不一样了？
对，啊，五个奥啊，五个奥不是坑了啊，是五个奥，口误，谢谢大家，对吧？所以这个就是牛，对吧？这个就是牛。那么这个我记得我还可以画画太极性的，当时一个是顶，看到没有？顶顶，然后呢底底画太极线，那么是不是一两个角度在上涨，沿着这个角度在上涨啊？那为什么今天它能够涨停啊？它上风口日点了。是不是今天证券板块启动了？本身我们哈头股，我刚才讲底部是不是背烂柱，阳神经阴神抽，小背阳大胆弱，这个就是强悍的啊。而这个是假阴真阳，关键是这一天干什么？是缩量三阴，是不是假跌？而且它有没有破阳关道啊？在阳关道，实际上又是上三阴位，看到没有？又是上三阴位，所以这个又是强庄，是不是强庄？哎，前面都是二阴位。二一位，二一位，到这个地方已经变成了上三一位，这个节奏是越来越快，越来越快，越来越强。哎，我这个米袋有没有接住？这个米袋有没有接住？啊，对吧？所以，哎，这就强悍。我们来结合结合量波，是不是？结合量波，啊，结合竞价看到了啊，看到了是不是？买盘，是不是买盘呢？红彤彤的，然后正三维进购，哎，我们有好多队员拿了，是不是？哎，这是一个，好，这个就不用说了，看到没有？为什么这个票我昨天是这样想讲，后来讲忘记了，大家不要忘记，你把量学标准记住就行了。这个是标标准准的这一波的大龙一，也就是我们这一波证券的龙一是谁呀？龙一就是湘财股份，对不对？哎，而且的表现也非常的强悍，底部王牌跳空背压。背量，然后背量，然后请看这是什么呀？什么叫牛股？牛股三绝？为什么叫牛股三绝？跳空是元帅，他元帅不补；背量是实力与雄心的温度计；高量是最明显的异动，对不对？这个高量是突出的异动，是不是高量不破？它又是高量不破啊！而且这天是又是价板量缩，随后两天，哎，阳关道之上，是不是在这地方缩量震荡？是不是高量不破呀？所以今天直接是低开高走，对不对？低开高走，是不是按照标准我们就应它就是牛股，高量不破吗？是不是阳阳阴要当心，该跌不跌是黄金。今天低开高走，对吧？就是湘财股份。我们看看它今天集合竞价，大家这个就是狡猾的挖坑的，先是挖坑，但是它下方呢买盘在跌的时候却是买盘多，说明逢低是吸货还是抛售啊？逢低主力在吸货，看到没有？然后最后横了上来就往上打，啊！我说这些龙头牛股知道吧？哎，龙头牛股就是高量不破，背量不穿，跳空不补，哎，这样子就走，好吧？我把这个我们就是说以后行情发展的时候，盘中根据大盘的方向、大盘的分项，然后呢判断哪个日点在动，那么我们在寻找里面的龙头牛股。啊，用今天的典型的就是证券，哎，证券。那么我们银行股它就不用，银行股只有一只，哎，强者恒强。厦门银行我们第一步也是拿的，厦门银行我们当时的马前炮，老队友还记得吧？我们当前的马前炮是这一天，对吧？是这一天，然后做了它一波，那么结果这一次起来了，还是它，对吧？还是它。哎，我们这个是背量柱，背量柱它相对来说没有证券走得强，背量是开板的。是不是开板的？然后是不是高量？后面有没有补啊？他就是抬底，就是狡猾的庄家。一二三四五六，今天第七天，然后大盘启动再板，对不对？是不是高量不破呀？也是高量不破，跳空不补。对了，这个也是二奥一奥二奥，哎，大家就清楚了，坑奥拐，是不是？坑奥拐，这个拐点是什么？下方的拐点就是，哎，我们从奥这个最后一个坑。由它转化为奥，那么拐点呢？我们下方的拐点呢，就是这个背量不穿是拐点，附近的拐点呢，就是向上，哎，高量可以说是逐步高量，还可以阳关道，哎，这个都结合起来啊，阳关道三个结合起来，今天走强就是一般是逐步高量的，看我们的个性，看我们能不能看懂，看懂了，哎，阳关道可不可以伏击？昨天就可以伏击，看到没有？昨天缩量刺阳或者平量刺阳，昨天就可以伏击，今天是加仓。我这样讲清楚吗？大家清楚吗？
我这样讲大家清楚吗？好，清楚。好，清楚。我们回过头来，先把两头，然后把我们龙塔尼的票再过一下。大家请看，我们这十八支票，对不对？十八支票，我是不是把湘财股份、哈投股份放在的后面啊？哎，湘财股份、哈投股份，一个是第一大龙头，一个是新龙头。湘财股份是我们这一波的证券的大一龙头，然后哈投就是我们的新龙头，对吧？今天是一先一后涨停板，一先一后涨停板。好，我们把我们手上的要看一下，现在看到没有？这个是不是在我们预期当中发展？哎，朗迪集团，哎，是不是昨天套了可以出来？昨天买了，今天早上拉，是不是应该出一下？为什么出一下？今天就是上冲是不过高量底，看到没有？很精彩的。今天它是不是上冲尖角波量波，然后不过高量底啊？对，是不过高量底冲，但是今天有缩量，是不是明显缩量？明显缩量，这只股票我们就等它可能是要做二奥，能够做二奥的就漂亮了。哎，就是盯着它高抛低吸按照来，好不好？高抛低吸按照来。今天收盘价抛哪去了？哇，13.5啊！今天收盘价13.5是这个涨停板是不是？哦，这个涨停板的底。那么严格意义上，这个底呢，是不是在家做王牌？大家注意，有可能在这里做王牌。只要这根柱子不破，只要这根柱子不破，我们现在就以13.5作为今天是假有也是假阳啊，假阳针，以及13.5作为底线，好不好？作为底线啊，向上涨，我们就可以痨兵啊，三段水以上的就可以参与，三段以上水平的可以参与第一波。而我们的新兵呢，新兵三段以下水平的，我们参与它第二波，好不好？第二波，当然盘中看量波强势，因为这个缺口压一压，真正站稳高量底的那就比较好啊。因为这个阴影比较重一点，大家看这个阴比较重，有可能做一个二奥啊，有可能做二奥，给大家分析一下。有的队员说，胜利精密今天为什么不涨停啊？为什么哈投股份涨停，胜利精密不涨停？我是不是昨天已经分析给大家听了？昨天已经分析给他听，阴阳轮回，我们就要看助涨助跌金之间的竞争。我们这只胜利精密是不是这个助跌金比较大？哎，我昨天已经讲过了啊，这个阴比较重，是阴气比较重，所以说他这个做的构建的过程当中还有点复杂。我昨天怕大家追，特地强调这个阴阳看，要等明天再出阳，明天这个地方再出次阳的话，二阳相当于真底抬高的二奥二阳。就是什么时候二奥一阳可以出手，什么时候二奥二阳，像这种票就要等二奥二阳，因为这个地方的压力比较大。但是我们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侦察兵侦察过了？这个地方已经有侦察兵侦察过了，所以如果明天这里出再出强二阳的话，就可以适当的参与适当的研究啊，不能说参与啊，就适当的研究，清楚吧？啊，清楚了啊。哎，这个就不讲了，新华景太棒了，能不能给我们留一下子呢？这个地方还封顶还没过去啊。这个新华景这个地方封顶还没有过去，大家就注意，明天冲高，注意啊，明天冲高封不牢，放量先出来，明白吗？明天如果冲高封不板，封的缩量板，我们就持股待涨。一旦出现放量了，就要先出来，因为左侧还有点风，虽然这个风应该是压不住，我的判断压不住这只股票啊，有可能你会想盯着它，好不好？盯着它把它做到头，新华景盯着它把它做到头。明白吧？维科技术，哎，家伙，阴阳回马枪，大家说行情有没有结束？今天是，次阳过鬼门关，有点放量，对不对？放量，所以这个矛盾是什么？这只股票的关键矛盾是什么？这个是上升趋势的，没有，这个可以当成一个奥，小奥，小级别的，哎，小级别是不是这个也是一个奥？这个是两个奥，这是三个奥，不会吧？不行，这个真底没抬高。真底没抬高，不能这样算，是吧？还是大大放小吧，大大放小吧。这是一个级别，这是两个级别，啊。那么干什么？哎，干什么？是不是要等这个鬼门关一站稳啊？现在这高量顶还在这儿呢，是不是高量顶在这儿？哎，高量顶在这儿呢。高量顶上这些都是钢桥燕子，对不对？钢桥燕子，关键一旦站稳鬼门关，如果明天那个跳空阳 ，OK 了吧？跳空阳。站稳这个鬼门关，那么跳空阳做拐上不破人线守他墙，跳空阳急升波遇住不过就出货，大家把辩证的给他讲了，辩证做好应对啊，维科技术明白吗？这样讲明白吧？哈，好，这个家伙你看，哎，我被他
泡了一下午就，对不对？你看不得，我早上提醒大家了，昨天已经做好预案了，跳空阴，对不对？跳空阴，既然是跳空阴，那么你就先出来，这样这只股票走的就偏弱，看到吗？这个就走的偏弱，问题出在这里面，对不对？问题出在这里面，但是呢，这个票啊，我们还要这个量还要跟踪，它有可能在这地方叫起再做凹，哎，再重新构建凹，现在变成坑了，大家看现在是不是坑？这个就是一个坑，现在就相当于两个坑，我这样讲清楚吗？哎，再跌的话就三个坑，再往下就四个坑，我们能不能给他坑啊？我们能不能抱着给他坑啊？所以说我们这坑傲拐这个字用的很讲究，坑啊，注意啊，不能给他坑啊，是不是？对，不能给他坑，要等他出现傲了。哎，哪怕或者说我们在这儿出现凹行不行？哎，等它这个地方出现凹也行。对，等它出现凹，哎，一凹了再拐了，那么我们就可以了，是不是就赚钱了？哎，你给它坑了就赔钱了，就被割韭菜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等它凹了拐了，我们就赚它的钱了，就跟着主力坐轿子了，思路清晰吧？啊，我就不多讲了啊，我们的坑凹拐很有意思的，嗯，看到没有？这支票结束没有？龙高股份。对吧？龙高股份，哎，你会做的就高抛低吸，我们这地方是不是在消耗炸的压力？就在消耗这个压力，空方的压力。一旦这个地方空方的压力消耗掉了，我们这只股票，哎，那么这个下面零号不补，对不对？跳空不补，零号不补，背量不穿，高量不破，这个高量目前还没有破，对吧？哎，那么我们就等它在这个地方终于傲了，傲了，一旦傲了之后，掉头向上。是不是拐头向上的机会？那时候是不是就好啊？哎，我们就要等这个等这个拐点出现，好不好？等这个凹和拐点出现，清楚吗？哎，清楚吗？哎，我这边就跑掉了，然后昨天可以低些，今天又可以跑掉了。早晨拉拐要不要出啊？早晨这种急升，哎，量波急升就把它出掉了啊。嗯，然后宜宾纸业，宜宾纸业是不是强调了？它压力位就在这儿，鬼门跳空。然后接下来就是鬼门关，就是在消化这个地方的压力。现在是假阴真阳，对吧？今天是假阴真阳，假阴真阳，我们啊是后面怎么办？后面应该怎么办？哦，今天开盘的时候大家看，十五块，今天开盘的十五块正好开在这个十五块零一的下方。那么这一天的开盘价是十五块，正好开在这儿，是不是分顶线的压力？一个是分顶线，一个是大阴的压力。但是这个大阴好像是缩量二一啊。今天是假阴真阳，后面怎么办？后面怎么办？这只股票还有没有机会？还有没有机会？是不是看这个高量战法？对，假阴真阳战法就是特殊的高量战法，对吧？哎，假阴真阳是特殊的高量战法啊，这个是高量在炸，明天是不是可以跌啊？调，那么调，等它调一调再看，调就跟踪，是不是？哎，找这个阴平衡。好，这是好，再看一看这个家伙，金券业，对不对？金券业，金券业有没有解缩呀？哎，昨天是跌，该跌，常态今天该跌，那么今天是跌了，而且是跳空，跳空探底回升，对不对？探底回升，所以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在上升一个来回的阴阳回马枪？阴阳，假阴真阳。常态事件，假阴真阳没有说常态事件，它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假阴真阳我们应该是看涨啊，假阴真阳常态应该是看涨，哎，假阳真阴常态是看跌，对，假阳真阴常态是看跌。那么这个位置今天是缩量三亿，看到没有？哎，今天是缩量三亿，我们这个票一定是过分保定，在这个位置主力就是多空争夺比较激烈，交换筹码，交换筹码以后看它的方向。明白吗？什么叫过分保顶？过分保顶成功了，在这主内多空双方交换之后，一旦选择向上，那就牛，对不对？一旦牛，那么也说明这个地方是多方继续在操控。如果这个地方经过这样换手以后，它不涨还跌呢？那说明这个地方干什么？就是空方在操控，那么主内就在出货。我这样讲明白吗？这样讲明白吗？那么要涨的话，随时机会就到来。金券业如果要涨的话，机会随时到来，对不对？要涨，因为它没法跌了，已经跌到位了。
啊，五块一毛七，5块2毛一，今天啊，所以对，明白吧？明白吧？这相当于要哦，我们这里面教大家一招，别忘记，这个是真谛。对了，对了，对了，你这个我的小跟班好厉害哦！我发现我的小跟班水，难怪我要做我的小跟班，这水平很提升的很快嘛！啊，对，这是真谛，这是真谛。所以目前真谛是抬高。那么明天它一旦向上，是不是只要把这个跳空缺口给干掉，就是拐点？哎，只要把这个跳空缺口干掉，就是拐点，明白吗？明白没有？好，新山纸业，你看，大家看，新山纸业，大家看，是不是明显放量？连续上涨之后放量。放量就意味着什么？大家就要记住，只要放高量，它就意味着多空双方争夺非常的激烈，是不是？啊，有人在大量的卖出，就同时有人大量的买入。那么常态它是看跌，为什么常态看跌？像这种是不是卖压比较重啊？既然冲高回落的话，连续上涨的话，常态就是空方力量比较强大，啊，不然的话它就不会放高量去控盘，它就应该多方的强盛，所以常态是跌。但是如果一旦后面明天该跌不跌出现变态了，高量不破了，那说明在这一天买入的力量强不强？那说明在这一天买入的力量就强，强它意要还要上涨，哎，高量不破的意义就在这里面，明白意思吗？所以又是高量战法，对吧？去应对就可以了啊，就是青山纸业就高量战法。今天早盘一般出货，今天早盘第一时间涨不动，赶快出货。对吧？赚了就 OK。哦，精锐矿业哦，这个已经讲完了吗？没有啊，讲啊，正好讲到这儿了啊，已经讲到这儿了啊。其他的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这只股票大家精锐矿业也跟踪一下哈，也跟踪一下。这个是高量，哎，这个是高量。那么今天刷一刷一为假跌，这个阳关道，因为这只股票也是底部前期的一个强势品种，我们跟踪啊，精锐矿业跟踪。这个新鹤股份，新鹤股份是次新股。大的底部也是抬高，看到吧？哦哦，抬高，这边量缩到位，也可以跟踪一下，适当的跟踪一下。广东医疗，广东医疗，大家发现没有？它就是涨控盘了，是不是涨不停啊？从这边开始，一个哦，两个哦是上升的哦，然后就是涨不停，对不对？涨不停的这个走势。那么龙盘科技是次新股，看到没有？龙盘科技是次新股，啊，不是次新股，但是除权股啊，除权股，前期我们的老的龙盘票。关注关注这个高量倍量倍量高量，等它定性，对吧？哎，等它定性，用阳关道守住阳关道之后再上涨，那又是机会，看到吗？很好研究吧？十分文化，十分文化，今天为什么还要震荡一下？因为昨天是明显的踢量柱，是吧？明显昨天是明显踢量柱，抓大放小，那么今天震荡出现高量，高量大家看真正的高量在这儿，看到没？真正的高量在这左侧的，现在是过峰保底。今天还假阳真阴，假阳真阴又是高量，是不是看跌？大家看是不是十分文化？今天先出，对吧？先出，出了以后是该跌。如果这地方该跌不跌，守住这个白日高量顶再反包，大家说是不是就变态了？是不是就变态了？我这样讲明白吧？对吧？明不明白？哇，讲的时间长了。德生文化啊，德生文化，大家看又是高换手啊。注意高换手，今天是缩量急阴刺阳，看到没有？缩量急阴刺阳包了这个假阴真阳，这是强装的表现。那么明天如果，哎呀，这个尾盘都可以打一点的感觉，明天如果站稳这个假阴真阳的顶，可能就是机会，好吧？可能就是机会。啊，这个我们就湘财就不说了，啊，哈投就不说了，啊，这个呢，中创环保，还是高量不破，看到没有？哎，这要耐心的，这个高量没有破，啊，没有破，等它最好再下来做个凹呗。再下来做个二奥，那才比较好，好吗？中国黄金，中国黄金，小子，等它拐点出现，啊，等它拐点出现，明天一站向上就是机会，九个缩量阴回踩高量底部铺，一切都搞定了，这样讲清楚吧？哎，中国黄金明天如果向上的机会，也就是奥了啊，又是这个奥，这个高量跌破之后一奥二奥，这个短线机会就可以把握了。我这样讲清楚吧，这是瑞贝卡，瑞贝卡等二奥，瑞贝卡应该要等二奥，对吧？这个是我们失败的案例，
失败的案例我今天晚上在这点一下，问题出在哪？问题就出在这一根阴。为什么这个二奥失败了，这个奥失败了？所以这个奥大家记住，也以后记住这个压力是不是红肥绿瘦，它没有红肥绿瘦，所以这个位置我们要出现二阳确认才行，一阳要小心，明白吧？哎，一阳要小心，也就是我们这个奥里面应该是标准的红肥绿瘦是最强啊。我们的新华锦，我们前面的薛定龙，对不对？哎，薛定龙大家就体会一下，就是红肥绿瘦，所以昨天我特意来给大家讲一下红肥绿瘦的问题，聊到这个东西都忘记了，明白了吧？明白意思吧？哎，我先点一下了啊。OK， 那么今天晚上就跟大家讲这么多，好不好？昨天给大家讲了这个天元股份，今天就直接就发现左侧有压力，也比较强。然后这个共同药业，哎，葫芦娃看到没有？葫芦娃就是二奥了。哎，一个奥二个奥了，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天鹰控股上升图中的奥，对吧？看看这个分能不能过掉，如果能把这个分过掉了，那这只股票叫稳稳当当，就是稳健的波段的票，这个就不用着急，好吗？好，那么今天晚上就跟大家讲到这里，大家发现有典型的标准的 KAG 在我们群里，要舍得不要怕，大家是队员，哎，要有一种共享的精神，好吧？共享的精神，共享资源的精神，我都不怕跟大家讲，大家发现有的票尽管拿出来分析，不要遮遮掩掩的，好不好？